我的眼睛都是绿色的。哎呀，算了吧，给你们看看我的鸟吧。我得看看到底谁对谁有意思。全军出击。禁波草丛，等一下，剑魔来了，剑魔在草丛里掏他一波，快点的，你还上不上来了？嘻。点点掏击点点点点，努努来了，点点掏炸壳。哎呦我操，这上把的努努吧，人咋不来了呢？这一瞅就是上把的努努，百分之百是他，二级干克吗？剑魔居然不来，掏炸。这是上版的建模吗？掏 WC 炸平 Z， 掏 C 炸平 A 平 A 升四 A 点炎炸接掏溜了。没事，岩雀搁那打河蟹呢，不能来。刚看着了。谢谢自白的飞机。感谢自白的飞机啊，谢谢谢谢。耐心是一种美德，但它也有限。来，你撞他，我还炸一手。这，哎，我觉得乌鸦的 W 技能应该能吸魂儿好一点，凭啥不能吸魂儿呢？掏，没关系，根本打不死我们。炸，再炸，平 A， 平 A 掏，吸，哎，我的吸怎么吸不了啊？乌鸦预示着他的死期到，全都。基地了，刚才无视的纪律，
这波赶紧推啊，抛炸平 A 平 A。掏炸平 A 开大招吸 W 炸吃饼干掏吸掏炸谁来了岩雀吗没关系两层塔皮走了还追呀啊还追呀非得追你是哎这追啥呀着急了呀这是有点急了我一看呢差点钱皮孩呀把皮孩出了吧我先把这法师之靴给他除了省着跑得太慢了这乌鸦不出那皮孩啊四十五325一速天哎呀这都没炸死这个掏没掏着炸掏打不了西炸开大招套点盐炸浪费一个大招看看你的翅膀大还是我的翅膀大小伙子跟我俩比翅膀大是不是比谁的翅膀大出个重伤不用打他你觉得用出重伤吗他出水银海了吗怎么印性这么高呢掏欺诈哎呀走位掏炸哎呀这岩雀拿了我一个900啊800拿了我一个小800呀好吗杀了100块钱拿个800块钱不太划算药我就不要了这乌鸦怎么回事我发现这乌鸦这英雄啊他格不够用他装备格都行
岩雀在中路掏 CW 炸，给大招吧，又跟我比大，来比比咱俩谁大，我们养着他，掏他一下啊，吸他一下再炸，然后等他死我们再吸个魂，这样能多加点血，别快杀他，这叫什么，这叫废物利用，再生能源。永动机了，回家了，来一个蓝炼汉的苦楚，呀，买错了，先把沙漏出了，出完我们来一个美甲窃魂卷，不用那么着急，美甲窃魂卷啊，这安妮连蓝都没有，他追什么玩意儿呢？他追，他有什么好追的？杀杀杀杀杀，可以杀，西涛炸 W 闪现了，掏 W 炸点燃，哇，500块钱小黄毛，那是谁允许他这么放肆的呢？你猜吧，我去上路收兵去了，炸到一个兵，还能有个助攻，不错，1815。我欠你的，没有听说是那么不吉利。不要，随便炸一下啊！然后我们把中塔拔了。中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塔，早点把中塔拔了，早点能赶克。我炸，掏打换溜，看你的了。先来个沙漏。美甲窃魂剑应该是不够了，你在干嘛？你为什么不早点爆？这是在干什么啊？哎呀，我来个恶魔之拥，退出了游戏，努努。哎呀，掉线儿了。这努努，我还想说他挺会玩的呢。这波操作，有点让我好像说不出这种话了。
峡谷打不打？我自己打费劲，我们就不自己打了。人们离真相还有五步之遥，而我大概领先上。哦呦，这家伙！哎呦我！来，叮！掏，炸，接炸，走位！哎呦我 ，EJ 来了，这锤石这勾啊，真不像个人。这波三换二还行吧，凑个地儿吧。毕竟是一波三打五啊，三换二还可以。我们也没有瞎当，还可以接受。把这卖了，出个美甲窃魂券。要输啊，不能输。刚才这波三打五，我们还杀俩。你想想，三打五我们还杀俩。这要五打五，我不得杀五个啊？先把蓝拿了。来呀，打不掉，没事，直接去，直接去，直接去，这打不掉，这还在这打打峡谷先锋，我的天，啊，打掉了，那也打呀，这，小龙。努努应该出右装，其实要不然没有人吃安妮儿这个熊，我也吃不了。我吃的熊我就白吃。这么难勾吗？这勾真是有点水呀、啊！下波团战我们有闪现、美甲、窃魂卷，直接25层。我等的就是下一波。等我闪现，直接往里进。对面五个脆皮儿，进去直接一手金身，动他们都动不了，你知道吗？他第一他没办法打我，第二他没办法跑。我把这剑魔杀了，哦哦哦啊！炸 A 掏。W 炸！哎呦，差点死了！哇，剑魔被瞎当的呀！你好弱呀、啊，你连他都打不过。可以打，我马上到。先炸一手。八把溜，闪现掏，炸，下去杀小黄毛，在哪里？没了，啊，这里，掏，炸，死了，往他前面点。哎，我应该吸他一下的哈，我吸他一下，这人头不我的了吗？来一个恶魔之拥，
出完这些，我们再最后出个振奋就可以了。不用出帽子对吧？不用帽子。让我炸一下，小安妮儿。七炸，叮。闪现大魔安妮儿来，先把安妮儿杀了，还剩个剑魔，炸 A 刀，哇炸，刀，等死，哎，可以杀的 EZ， 他没有 E 了。走吧，不管他了，二十五层了，回家吧。出振奋呢？还是出帽子啊，出帽子，出个屁振奋，出帽子，帽子法强高，回血也就高，出振奋不也是为了回血吗？一个道理。小龙锤石这波勾的还下点血啊，炸着了，吸炸，掏炸，炸，安妮儿往哪走？407，剑魔死了，把小龙拿了。那潘森这个毛啊，我跟你们说，是真不会撇。我帮他逼人走位，他就斜着撇。你说你斜着撇干什么玩意儿呢？真是不会撇。Q 都能 Q 歪了。那边在这等安妮儿。哎呀，没盯住，炸！打大龙可以，居然没盯出来，算了。我怕他俩给我秒了，但我这一瞅，他俩的虚区还是有点低呀，差300。差300猫子，把猫子出了，差100块钱，119斤。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我注视着一切。回家。
给个1v5的舞台吧，这波有闪现直接闪现进人群，全都给他们吸死。死的真惨啊，掏直接闪现炸把把溜，你干啥呢？这是啥意思啊？极致送人头啊，掏叮炸，西掏炸走位。其实潘森加乌鸦这两个英雄下路挺恶心的，这两个英雄基本上是稳定控制，你知道吧？潘森往上一坐，乌鸦往回一吸，一个掏，先掏再吸啊，先掏再吸，做完以后先掏，这俩下路。除了猴啥都玩，猴也玩啊。